请大家欣赏一下作家与孝心见面时的情景。我太太，我应该先来失礼了，真是抱歉啊。我从小就崇拜你，真的假的？写了这么些精品力作啊，我都看了，写的真好。后来我一琢磨，我才明白为什么您写的这么好啊，因为您笔名起得好，叫莫言。最近我也准备创作了，我也想起个笔名，您觉得什么好呢？闭嘴啊！哎呀，我应该先来失礼了，真是抱歉啊。我从小就崇拜你，真的假的？写了这么些精品力作啊，我都看了，写的真好。后来我一琢磨，我才明白为什么您写的这么好啊，因为您笔名起得好，叫莫言。最近我也准备创作了，我也想起个笔名，您觉得什么好呢？闭嘴啊！莫言与闭嘴，这真是一对好兄弟，这两个笔名起得真是好啊，也正应了现在冬天的这个节气。